咪撈啲嘢落去，整大煲啲，你咪賺多啲咯。唉，我上個禮拜太忙，我而家再入錢俾你添。不如一齊食晚飯先啦。我下次先翻嚟同你補翻食啦。買咪啲少少嘢咯，我個兩半打啤酒都未醉啊。你睇你流曬鼻涕啦，快啲抹咗佢啦。今日我豪爽啲，嚟啊！走！而家我有理由相信你管有危险药物，而家要拉你。两位你哋好，我哋负责呢单 case 嘅检察官陈志文。有关林俊豪检察报告，之前我同佢详细倾过，了解咗佢情况。佢承认佢有吸食氯胺酮，即有索K嘅习惯。同埋為揾多啲錢，佢有做毒品嘅賊家。不過我睇出佢有悔意嘅，只有決心係可以戒得到嘅。佢做咁細，所以我希望俾個機會佢改過。我會建議法官判佢入住一啲長期寄宿嘅自願教育機構，喺嗰度佢可以繼續讀書，同埋最緊要嘅就可以建立翻個正確嘅人生價值觀。你在廁所讀咁耐嘅，唔舒服啊？冇嘢啊，揞住個肚，肚痛咧。冇事啊，我瞓一陣就冇事啊。唔係喎，你面都青曬啦，同你睇醫生啦，好冇？唔使啊，好煩啊你。咩事啫？胃痛咋？梗係尋晚冇食嘢啦，攞藥俾你。嚟啊，食藥先啦，食完藥同你睇醫生，跟住食嘢好冇？搞咩电话啫？食药啦！都话唔食咯。喂，有冇搞错啊你？我 call 咗你成朝啦。嗯，系啊，半个骨啦。嗯，系咁。谦，做乜嘢啊？约咗人啊？咩事啊？痛啊！浩仔食饭啦，咩名？唔知啊。咩名？陈子文。庄 Sir， 啲同学身体有事，所以先要 keep 住食药。佢哋几多岁？我谂你大概都知道。十零岁仔就要搞到定时定候睇脑科、精神科，相信你都应该知道点解。好彩你吸毒嘅日子唔系耐，有机会俾你睇下你自己究竟做紧啲乜嘢，做错咗啲乜嘢。希望你珍惜你自己，珍惜在这里的每一日，好好地学习重新做人。豪仔快点啦，如果不是要倾风啦。豪仔快刀斩乱麻，爽一点。
呢度嘅生活真系好难挨。但望住班童工老师，佢哋同我哋都可以一齐食、一齐瞓、一齐生活，为咩啫？佢哋唔关事嘅都可以挨到，冇理由唔得嘅。Otters, like many other species, time their breeding to the seasons of wet and dry. During the dry, these pups are dependent on their mother. But in a short time, they will be big enough to. 阿仔只角做咩啊？几时整亲噶？前几日咯。喂，平日又唔关运动，无端端同打篮球喎，咁咪拗柴咯。咁医生点讲啊？使唔使复诊啊？我复多次得噶啦。睇好佢啊，好长手尾噶。我出去啦，去咗宾友再打通宵牌，唔翻去食饭。我唔同你爹哋讲住，你千祈唔好再食啦。你千祈唔好话俾爹哋听啊，如果唔系打死我啊！写一篇文，内容咧系关于你哋嘅爸爸妈妈，可以写你哋爸爸妈妈嘅童年啦，又或者系佢哋细个时候嘅志愿啦，又或者系佢哋嘅爱情故事都得。咁啊，总之关于你哋爸爸妈妈嘅往事啦。够唔够衫啊 ？OK 嘅。啊，睇下嘴印。点啊？系咪好辛苦啊？系啦，好似瘦咗啊你。嚟，饮啖汤先啦。清洁啦。可能因为日日都要开工，又练波，所以 fit 咗啩。系咧，嫲嫲最近点啊？阿嫲早嗰排有啲唔舒服。幫我同個醫院嗰度 check 過，應該冇乜嘢嘅。我諗佢老人家操勞過度，所以成日見暈咯。你放心啦，我會多啲上去睇佢噶啦。啊，你前排咪話偏班嘅，點啊？開始上堂未啊？上緊噶啦。啊，係啊，中文科老師叫我哋訪問啲家長，然後作篇文。訪問咁得意？系啦，问啲咩啊？其实你哋点识噶？咁嗰阵时我就喺我舅父嗰间批发行度帮手嘅，听下电话啊，跟下单啊，跟住又安排下啲货车送货咁咯。成日见到佢嘅。嗰时我做揸车送货嘅，你阿妈咧好高斗噶，撩嘅佢都好似唔系好睬人。我都有听过阿嫲讲，话你哋拍咗拖冇几耐就结婚。哦，嗰时一收工就约你阿妈去睇戏，不过约咗成两个几月去先陪我去睇。幫佢唔係睺到我成日過隔離嗰間鋪租碟睇咩？以為我睇戲。佢係最中意睇周星馳嘅，睇幾廿次都唔會覺得悶。咁好笑啊嘛！你知道我淨係中意睇小戲噶。啊，不過有啲人唔知點解睇親小戲都瞓得著嘅。係嗰時想揾多啲錢啊嘛，所以日又做嘢又做，眼瞓有幾出奇啫。我記得我第一次入戲院睇戲都係睇周星馳，係睇功夫。嗰陣時我喺咗阿嫲成個星期，佢先肯帶我入去睇。不過佢睇睇下都瞓著咗。
你好啊，我是三 A 班谭学谦的家长啊。不好意思，我想帮他请假。哦，他感冒啫，感冒啫系。咁我知噶啦，唔该晒，唔该。我行路过嚟得，个车位卖到120,000啦，系咪黐线咧？老婆，做咩成个人呕晒？六个啊！起身啊！起身啊！我叫你，你做乜嘢啫？你话晒俾我听，你吸毒啊！喂，阿婆，你起身，你第二啲嚟好唔好？起身啊！起身！你叫我死冇死心死啦！怎么企晒喺度？少少伤算得啲乜嘢？仲有10分钟，继续练波。主动进攻，系啦。庄 Sir，其实你有冇谂过洗走啲纹身？呢个？都有的，但是留在这里其实都是给自己一个警醒。其实我小时候的时候都曾经好像你们这样走了一条歪路，入会开片老粒剔嘢，我犯翻早齐。卒之呢，有一次我就立齐架餐准备同人开片，真是好彩我刀都未掹着，就被個警察拉了回嚟，最後還判咗入嚟戒毒。如果不是啊，我仲點可以咁開心跟你班衰仔喺度打波啊？話唔埋啊，一係入咗去坐緊赤柱或者壁屋，再唔係咧，就喺出面過緊啲非人生活。禁毒处中央档案室的数字，今年16岁以下吸毒人士嗰个数字咧，比去年同期系少咗43%嘅。咁但系我哋仍然有两个隐忧嘅。其实每一个情报嘅人士背后咧，都有三个咧系不明情报。其实有好多隐藏嘅个案咧，我哋要小心。不要成日挂住上网，好出嚟洗碗啊！诶，等我嚟啊！衰仔，今个月零用钱啊，开门啊！你个衰仔俾钱都唔要！哎呀！喂，师君，你做乜匿埋喺度食嘢啊？好易出事噶！我谂住匿埋食，冇人知，唔会出事啊嘛。你知唔知
而家好多人匿埋吸毒三至四年先俾人发现，而佢哋嘅身体已经出现咗严重嘅问题啦，好似膀胱功能受损，即系尿频要换尿片啊，动作协调神经系统受损，即系我原本想同你握手，变咗刮你，仲有可能性无能添，亦有人试过喺屋企索 K 索到吊埋颈，救唔翻，到时先揾人帮手，太迟啦。我在这里接触到的学生大部分都有他自己的问题，包括吸毒可能是打人入来，或者是有做过援交，他们的特征就是那个自我形象是很低落的，是会很痛苦，他心里面有很痛苦的过往的经历，有些是家里过分溺爱，有些可能是觉得在家里面得不到爱，所以可能他就要去找朋辈的认同。其实未出世之前我爸爸都是吃白粉的，我妈妈也是，当我出世之后我爸爸就没有吃白粉了，而我妈妈就继续都是吃白粉，所以呢他们没有能力照顾我，我很小的好像三四岁就开始住寄养家庭，十二岁之后就回了家住，谁知我爸爸因为在大陆有得投家，就成日都要回大陆啦。那段时间其实我也有试过努力读书啦，希望争取好的成绩，等我爸爸多些时间去陪我或者赞我多些，但可惜呢我爸爸从来都没有将这个专注放在我身上啦，所以之后我就决定了不如我学坏啦，起码可能呢他会关心我多些。依旧啊，是啊，我给你一下啊、我觉得爸爸的离开是不多不少给了一个藉口我去学坏，我觉得家人不会有人再理我，不会有人再明白我，那我就会导致我出去不如找我班朋友，我班朋友会认同我。在我以前生活的圈子当中，索K、服兵这些这样的吸毒行为很普遍，朋友不断会喂试下啦，我不知道我对那种感觉没兴趣咯，但是我始终都有索K，那时候我心想我不好意思去推这个朋友，如果连我的朋友和距离都拉咁远，我真的剩下我自己一个。咁其实我教中文，咁佢有时佢哋需要做一啲写作嘅练习啦，我系好想佢哋咧喺写啲嘢嘅过程咧，佢哋可以有反省，佢哋更深咁样接触佢里面佢自己嘅感受。给四岁的宝啦，你好吗？林姨对你点啊？佢仲有冇打你呢？你系咪要企喺露台，成晚都冇得瞓啊？佢有冇将你个头摆喺厕所入边之后冲厕啊？你咪好惊啊！你有冇同爸爸妈妈同埋社工讲过？佢哋系咪全部都唔信你啊？话俾你听，就嚟十八岁嘅宝娜仍然感受到呢啲一切嘅嘢，好似喺琴日就发生咁。呢份嘅恐惧，为咗十八岁嘅宝娜筑起咗一道无形嘅墙，而家仍然都系好难受。老豆，你好啊，最近点啊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收到这封信呢？为什么你那天走了之后就没再回家呢？有一段日子阿妈每天都以泪洗面，你又知不知道有一次在球场被人欺负，很害怕很无助，我想你帮手，但你又不在这里，我不想阿妈担心，我不敢哭，所以我说了个大话骗她。老豆，你早点回家吧。咁有時佢哋會接觸翻自己裏邊啊內在嘅自己，可能係一啲以前六歲嘅時候可能俾人虐待啊，或者俾人打啊，可能有被遺棄嘅痛苦啊，就寫翻一封情書俾細個嘅自己。而家嘅自己係有力量去愛翻嗰陣時嘅自己。
嘛。名系东张西望，禁毒宣传片你想拍成点？意念创作比赛现已接受报名，详情请登入以下呢个网址。